呀，好喝吗？这个好喝啊。在俄罗斯有吗？在俄罗斯有这个吗？阿丽娜，没有啊。没有。那以后就在国内生活了呗，就住在中国吧，好吧？好的。真的那么好喝？给爸爸喝一口呗。乖，给我喝一口呗。哎呀，就剩这么一点点了。嗯，好喝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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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喝？这小老二回来，这可爱喝这个了。这老大干啥呢？搁这儿干嘛呢？啊？电视啊。明天去哪儿啊？明天去哪儿呀？出去玩。啊，好的，感冒还没好呢，你。这老大回来回国前就感冒了，一会儿吃药啊，吃药。嗯。崔女士在这儿喝啤酒呢。